股神黑龙再次出现。嚟紧咧，我入咗房三个，之前啦，隔篱啦，仲未放。另外咧就系、是、美团啊，美团咧已经去到历史嘅低位啊。咁上次恒生指数嘅低位就系1400，14700啦，冇记错话。咁但系咧，佢哋美团同埋另外一只咧系阿里巴巴，已经去到低位啦。咁呢个咧叫做平衡位，佢可能会去到再低啲，即系再跌1000点、1000零点。但系咧呢、這个位置我谂长揸都 OK。呢、這个位长揸 OK 吓，咁呢叫做平衡点啊，平衡点啊。跌又唔會跌好多，升佢可以升得多少少，咁啊可以睇啦，可能100蚊啊咁啊呢啲呢嘅水位啊，咁啊係啦，我而家要去另外一個宇宙啦，拜拜，放生嘢兩收煉啊！